吴建宇，你拉住来了没有？哎，快了快了。这几天吃太多，肚子胀胀的，吃也出不来。你说的办法我都用过了呗。你咋问那个嘟嘟了？我昨天抱他黄豆，人家给你做的纳豆试试看。我喝了个香蕉吃，能吃下去没用？你这纳豆吃有用吗？ 再没有，我都把你拉去医院里去，让医生给你打屁股针。打针就算了吧，我还是上火吧。<笑>去把黄豆蒸熟，蒸了两个小时，先把黄豆拿出来晾一下。哇，放一点蛋出来。 豆子也凉了，把纳豆粉倒进去，再给它搅拌均匀。老师，哎，他在手机上搜了一下，这东西女人吃了也很好，说不会那么快变老。哼，你看我皮肤上都是 QQ 长长的嘛，也不会变老。<笑>这个专门给你做的，吃完了肠胃会舒服一点。 我感觉这个痘痘以前在外面打工，生冷发冷带，怪掉了吧？我以前年轻哎，不感觉的哎，现在是真的是受不了。<笑>我给你捏捏，哎呦，肩膊一下。哎呀，哎，这么舒服的？舒服啊？嗯，舒服了，都捏一点呗。我感觉现在这个纳豆真的好用了。<笑>我现在这感觉肚子暖暖的。 很贴心哎，哦哟，那么快啊！<笑>放了一天了，打开盖一下。哇，怎么盖起来没什么变化？打开盖一下。哇，中过了，有拉丝。哇，真漂亮！现在给它搅起来，拌起来，要一个方向搅。 好了，再加一点酱油。那老师，你在搅拌什么？搅点纳豆啊。纳豆啊。啊。纳豆，我还没听说过嘞，这个嘞，是不是看起来挺好吃的？我看。好不好吃？大家果园不一样的，肯定是个吃了，如果你不拿这个吃掉了，都会拉出来了。<笑>那正好给我来一点，我这几天刚好过年吃多了。<笑>好的，好的。你们两兄弟毛病一样的。<笑>那我尝尝看。 怎么样呢？这个豆子还挺绵密的，在那个嘴巴里一抿就化开了。我给吴倩也装一碗。哇，我不跟你讲了，来感觉了。<笑>不会吧？哪里那么坏啊？<笑>老你后一天，俺们上班时间，我马上就去了。